这是一家三口的意思吗？大佐英明，再给他添一个活路，再来几户清酒吧。就知道吃，你不是平时很爷们儿的吗？你说人爷们呢？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哎，给我出去！闪云，你要冷静，闪云，哎，出去！报告大佐，孩子已经找到，那个孩子是他抓来的。 要不我们今天别去了吧？我陪你一起去看看那个孩子。去我家？对呀，正好我可以下厨给你露一手。难怪你是个好医生，你有颗仁爱之心。走，回家。 这还要爆胎了？哪有那么简单？是被枪打的。王医生，我还有事儿，你先下去。怎么了？停车！你先下去，改天再说啊。你先下去啊，来。 带来了，想不想吃糖？这样，你吃糖，我带你找爸爸。
他们已经在我家，什么？在我家名下？但我估计他会有危险。行，坏了，山一，这山人，你赶快归队！报告，进来。 犯人，所以卑职自作主张把他养在了家里。毕竟是孩子，生活的时候。 今晚说的没错，该干嘛干嘛去。哎。
怎么样，是不是想起什么了？我就觉着，山鹰走，肯定跟这红绳有关系。我正在跟他说红绳的事儿呢，就觉着他好像有点不对劲儿，肯定有什么事跟这红绳有关，我还没想起来。那山鹰为什么不告诉我？墨红，要不别等了，找个借口咱们去找山鹰吧。 就咱们两个去啊！嗯，你在这等一下，我去找老关说一下。好。嗯。老关相信了吗？我看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跟他说出来买东西，打了个岔。你在家里老记挂着山鹰，心里也不定的。 我出门的时候，老公还一再嘱咐我早点回去。他也这么嘱咐我的，我们只要小心行事就行，也不一定能碰上山鹰啊。山鹰，希望他别出什么事儿才好。他不会有事的。你们刚和好，还得生孩子好好过日子呢。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了？我说你们还得生孩子啊，生了孩子以后，我给孩子当干妈。 怎么了？哎，天儿啊！使劲！啊！啊！忍住啊，一定要停！慢着！天儿啊！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啊！这是跟老人要的。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呢？孩子，孩子，快点，小心，慢点，快点，妈妈，慢点，小心，妈妈，妈妈，孩子，孩子。 小婷，疼不疼？不疼啊！孟红，你是小婷？孟红，小婷，我是妈妈。小婷，你不认识妈妈了吗？你去哪儿了，小婷？啊，乖，孟红，你记不记得我是妈妈？小婷，小婷，你去哪儿了，小婷？小婷没事吧？谢谢啊，你干嘛抢我的孩子？ 你又是一个逼的，你这个人！怎么抢的？孟红，孟红，小婷，别喊了，他受了点刺激，受点刺激抢别人孩子啊？咱俩孩子自己生去。小婷，别，那老公就发什么疯？孟红，别这样。小婷，听我，你冷静点。听我，我想起来了，我真的想起来了，有一个孩子，他叫小婷，可是山鹰从来没跟我提过，为什么？ 这其中一定有事儿，不行，我得找老关去，我得找老关去。哎，孟红，孟红呢？啊，买东西去了。哎，孩子有消息吗？去晚了一步，孩子已经被转移了，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山鹰，你老关，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
小天儿呢？小天儿呢？啊，我们的小天儿呢？你为什么从来都没告诉过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照顾好儿子，没有对不起我。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儿子的这个事儿，你就不应该瞒我，你就应该把儿子给我找回来。好，好，我现在就去找儿子。神鹰，我也去。好，神鹰，路虎。 怎么的？你还想拦我们不成？你们等等，你们到什么地方找小天？那也比在这儿待着强啊！神鹰，我知道小天对于你们意味着什么。有句话你们肯定不愿意听，但是我老关必须得说出来。你们就这样走了，如沙怎么办？如沙怎么办？
楠木的如意算盘此刻正打得噼啪作响，他意识到自己编织的这张大网魅力出现，经由杨子的提示，楠木得到了小天这样的筹码，而经由楠木的策划，杨子又修补了孟红记忆的漏洞。小天这个筹码的可能性如此之丰富，令楠木几乎喜不自胜，跃跃欲试。一块去找，一定要把孟红找回来。管大哥，怎么了，管大哥？孟红失踪了。什么？孟红姐失踪了？你立即安排少帮的兄弟去寻找，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好的，我现在就去办。可是孟红姐……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个。抓紧时间安排，他要是被日本人抓了，可就糟了。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走了。我想不起来你了，小天儿。你是我的小天儿吗？你是小天儿，你是小天儿，
你认识我？你不认识我了？我就住在你家西边。这么认识了？这才几个月没见呀，我长得有这么老吗？不是大姐，我是这段时间生病了，所以。哎，你男人叫什么来着？山鹰。啊啊，对，山鹰。那你孩子找着没？ 多乖的孩子呀！还对了，瞧我这记性。昨天啊，我男人在城南看见个孩子，跟你儿子长得很像，要不你去那儿找找？城南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啊，我男人去城南办点事儿，这老远呀就看见一个男人带着一个男孩子。虽说这男孩子呀就在我男人面前这么一晃，但是小天可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就这一眼也得认个八九不离十。当时啊，我男人就想上前去追，可这男人带着这孩子三晃两晃，他就不见了。哎，我男人回来跟我那么一说，我还给他好一顿埋怨。你说他当时怎么就不知道紧跑这两步呢？我知道了，大姐，谢谢啊，谢谢。哎哎，我男人告诉我在城南东大街附近。好，好，好。哎，要不要叫上我男人陪你一块儿去啊？哎，不用。 不要我了！怎么会？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我的小天，你去哪儿了？ 小天的妈妈，妈妈，小天儿，她真是你亲妈吗？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您看，原来是亲妈找来了。我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把这么可爱的孩子扔到大街上就不管了？我就纳闷了，什么事儿能比孩子更重要？这事说来话长了，不过我还真是要感谢二位收留小天。哎，我看呢，他也是有自己的苦衷，你呀就别叨唠了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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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啊。 也许啊，这就是我们和小天这孩子的缘分。你看看，我们和这个孩子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的感情可好了。是啊，我们两口子结婚都几十年了，一直也没有孩子。本来想着把小天儿当亲生儿子一样，就挺好了。哎呦喂，你看，这是个好事儿，挺好的。你看，人家小天的妈妈也找来了。 这小天呢也该要回家了，应该高兴才对。你说你哭什么呀？你这是，这对不住啊。他呀，实在是太喜欢这孩子了，舍不得。是这样，我会经常带小天回来看你们的啊。小天，走，别急着走啊，到家坐坐好不好啊？对呀，别急着走啊，到家坐坐，吃顿饭，咱们也庆贺庆贺，乐呵乐呵了啊。那个，小天。 我们回家吧啊！我们回家还有事儿呢啊！不要看看我妈妈。哎，家里啊还有一些我给小天置办的衣物，都是新的，对呀，要走，你得给小天带上，是不是？是啊，还有孩子经常玩的一些东西都是小玩意儿，给孩子都带上吧。到家门口了，进家坐坐吧，走吧，去看看。来，走走走，小天儿，走走，带着妈妈走走走。 沈阳，你先冷静一下，你总这么转事也是于事无补啊！怪我都怪我呀！是孟红自己想起来的，你怪自己也没有用。怎么样，找到了吗？没有，把孟红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青青呢？哎，会不会回家了呢？没有，这都怪我，都怪我，我就不应该把儿子丢了事告诉他。老婉，你说会不会被他们给耍了？ 沈阳，你冷静一下。冷静？我怎么冷静？我先是儿子丢了，现在又老婆又丢了，我冷静我自。沈阳，我们大家都理解你的心情，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要冷静下来，仔细的想想孟红他能去哪儿。我们大家一块把他找回来。这不是都找过了吗？山鹰哥，你别担心，小九已经回去发动少帮的兄弟们一起找了，我们少帮的眼线特别多，一定会找到孟红姐的。我们再等等小九，好不好？ 来，喝杯热茶。哎呀，谢谢。我老伴呢，在做饭，待会儿你们吃了饭再走。不用不用不用那么麻烦了，我坐一下，就跟小天回去了。哎呦嘿，这是怎么话说的呀？你看，这饭菜呀，他已经做得了，马上就可以上桌了，吃了再走吧。真不用真不用。哎，干嘛？妈妈，我饿了，我想在这里吃饭。是。
我是邻居，我是邻居，听说小天的牵绊来了，我这是专门再来看看小天的。你要是不让我看，我这就走。这是误会，这是邻居小王啊，他经常陪着小天玩啊。哦，对不起啊。啊，没事，误会，误会，小王，误会啊，误会。是的，小天，以后记得都回来看看啊。想不到你人长这么好，脾气倒是挺火爆的。妈，走，我们回家。请等一下，你今天晚上和小天就在这住一晚上吧。住这儿？对，是。这不合适。没什么不合适，你和小天在这住一晚上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啊？哎，实话跟你说吧，小天啊，他受过刺激。受过刺激？是。什么刺激啊？小九他们在哪儿？是不是在南城跟我们会合呀？南城？啊，哦，这离南城不远了。急死我了！我们夫妻发现小天的时候，他已经在街上流浪好几天了。那个时候啊，任何人一碰到小天，小天就会大喊大叫的，看样子可怜极了。怪我们不好，我们没照顾好孩子。小天到了我们家，昏睡了三天三夜。等清醒了之后，就哭着喊着要找妈妈。我们给他看大夫，大夫说小天受到了不小的刺激，所以精神上可能有点问题。精神上有问题？孩子带来了。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孩子，小天儿。为什么跟踪我？小天受到了不小的刺激啊。是。所以精神上可能有点问题。精神上有问题？哎，对对对对。他经常在大街上认妈妈呀，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些女人根本不是他的妈妈。哥，我是他妈妈，我真的是他妈妈。没说你不是，就是啊，小天这孩子太可怜了，我不想让他再受苦了。你晚上住在这儿，咱们说说过去的事啊，都是为了孩子。我们呢，也害怕真出了错，将来怎么面对孩子的亲生父母啊？您说是吧？可是，过去的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你说的这叫啥话呀？哪有当亲妈的想不起来儿子过去的事情啊？你别理他，孩子要走了，我们心里都不好过。至于你说你想不起来了，没关系，咱们呢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想，没准啊，你就和小天儿就都想起来了。你说是吗？
通知特搜队，千万不要着急出手，一定要盯住，不达目的绝不能收网。您认为孟红的记忆恢复了？根据蝎子的观察和判断，孟红的记忆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但是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还要根据这次行动再做判断。不过我相信，卢莎很快就会浮出水面。嗨，还有，这次不是一次围捕行动，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孟红恢复记忆。虽然戏演的要像，但是在孟红恢复记忆之前，绝对不能让他受一点的伤害。这是最高行动准则。如果有人在行动中让孟红受到了伤害，军法处置。哎，大哥，大哥，大哥，您在吗？我是水源。哦，南木大佐，南木大佐，哦，小短军也在啊。南木大佐，好，你看，南木大佐，你觉得这个能不能换回九河啊？我觉得这个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啊。南木大佐，你快看。水源军，我带你去喝酒。好，谢谢南木军，我要喝很多的酒。你要管够，好吧。哦，来等你了，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喝酒？啊，在中国喝酒，哎，孟丹子。孟红的记忆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这才是楠木最关心的问题。楠木相信，一个母亲的死穴无疑就是他的亲生骨肉，孟红也不会例外。对孟红来说，唯一能与如沙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儿子小天，所以用孩子来测试孟红的记忆最恰当不过。我想问你，孩子是怎么弄丢的？我和他爸爸很忙，就把小天放到一个熟人那里，结果可能是孩子自己跑丢的吧。哦，你们家还是挺奇怪的，怎么孩子放在人家家里养啊？那你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有事儿要外出。哦，那是什么事儿啊？你问的这个跟孩子有关系吗？啊？哦，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听小天说啊，在他走丢之前，他的妈妈连夜来看过他一次，而且跟他说，他要去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跟小天说过吗？我只是很好奇啊，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你一个女人要晚上出去，而如今兵荒马乱的，你不觉得危险吗？实在抱歉，就是那次外出导致我丧失了记忆，就连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也是后来朋友告诉我的。哦，这么说你可能也记不得小天了。不，不是的，不是的，我记得小天，我是前几天刚刚想起来，所以我这不赶紧出来就找吗？请你相信我。这就难办了，你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又凭什么相信你就是小天的亲娘呢？要不然这样，你可以问小天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小天受过刺激，经常在大街上认错人呐。以前有过好几次，我们都觉得是孩子的亲娘，可是后来才知道，那些人竟然是想骗小天去卖钱的人贩子。我是真的，我真的是他妈。我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我真的不是为了钱。
不信您看。我不是不信你，可你总得想个办法让我相信呢。那你说是吗？好吧，看你急的，我再给你个提示。好，好，你说。小张曾经说啊，他的娘那天连夜出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还告诉我，他是悄悄地偷听了他爹娘的谈话，才知道他的娘到底干什么去了。我只能提示你到这儿了。可，你只有把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如果和小天说的一样，我才能相信你就是孩子的亲妈。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生病了，如果想起来我会告诉你的。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小天儿，你是绝对不能带走的。我现在记不起来，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呀。那没办法，小天儿，你今天不能带走。好，我知道了。那就再给你们俩一点时间，或许呢，这样你能想得更多一些。想起来了，随时通知我。好，好的。事情进展怎么样？孟红还在房间里边，一些事情由小泉夫妇负责。一有消息，他会立刻汇报。记住，这次任务很重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小道君，请您放心，这条街有我们不少的人，这是一条死街，只有一个接口。我只要看中这个接口，不让任何人进入，保证万无一失。行，妈妈带你回家睡好不好？来，乖儿子，起来啊！来，跟妈妈回家睡啊，别冻着。来来来，妈妈给穿衣服啊！来。
把这个穿上啊，嗯，哎呀，真是乖儿子，衣服穿上，听话啊，好，我们回去睡啊，醒醒，醒醒，小天儿啊，走，走，跟妈妈走，啊，走，哎，走，走，哎，我回去睡啊，把这个穿上啊，嗯，回家睡好吗？ 跟妈妈回家啊！不用，你说什么？外国妈妈都是骗你的。你们两个加强这条街的封锁，禁止任何人出入。嘿，我再去周围看看，你在这里蹲守，有什么情况立刻叫我。嘿。 南木大佐吩咐，孟红在没有交代卢沙下落之前，不能伤他的性命。违令者，枪毙。哎，怎么，有什么问题？万一发生意外，真要开枪的话，我真的无能为力，保证孟红的安全。这大佐的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嗨。 东大街了，城里几乎找遍了，就差这条街了。走，别你让，自己扔。兄弟，快走！这是我七哥，他平日就是负责这一块的。怎么样，有孟红的消息吗？在。走。等等，现在整个东大街都被日本人给控制了，只有小巷子有少量的特殊队员在这边收数。这是小鬼子圈套。 他们没有对孟红下手，应该还有其他的目的，我们要小心行事。兄弟，你对这块熟，对我们讲讲。这里有张图。好。不是，老板，账就在小岛君的头上。 南木大佐会帮我结账的。我，你也一起坐下来吃吧。嗯。哎呀，水源君。哦。哎呀，小店确实有事儿，您呢还是带我去吃吧。不用不用不用，回去我也是一个人，就在你这里吃吧。哎呀，我说水源君。 小店真的有事儿啊！还是带我去办办，享用啊！我就在这里吃啊，拜托了。老板，不能吃的。哎呀，我说二位，今天我们不营业了啊，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啊！哎，走走走。哎，老板，哪有像你这样向店外撵人的？小心我到南木大佐那边告你的状，让你的酒馆开不下去。我水源君，您就别再掺和了，行吗？哎呀，老板，这么晚了，你说。 是你，喝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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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哪两不爽快啊！哎，我说各位，今天小店确实有事，还请各位到别的地方喝吧。老板，9000，我这杂货铺，我这不是酒馆。
抓了我儿子。只要你说出如沙的下落，你们母子就可以团聚了。好，为了我儿子，我可以告诉你。别动！别动！哦！哦！大哥，什么情况？人呢？好了。怎么回事啊？啊！别管那么多了，快去救孟红姐。走，走，这边。你想杀我？你不想知道如沙的下落？不应该一个人去找小天，更没想到会落入日本人的圈套，害得你们所有人跟我差一点遇难。算了，人没事就行。但是孟红，你要记住，以后千万不能再一个人出去，这样太危险了，你知道吗？队长，你说山鹰哥能说服孟红姐吗？既然山鹰答应去做孟红的工作，我相信山鹰会说服孟红的。
可是要让山鹰哥去说服孟红姐放弃救小天，这也太难为山鹰哥了吧。这也是没办法，如沙事关重大。关大哥，等我回到少帮，我再派遣人手去打听小天的下落。好。沈阳，我想起来我的儿子长什么样子。想起来了，想起小天了。我们去救儿子吧，好不好？我怀疑小天他被楠木抓走了。为什么这么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你告诉我好吗？你不要再瞒着我了。我去警备队找过了，小天儿本来关在那儿，但是我去晚了一步，被带走。小天一定是被楠木抓走的，肯定是楠木，要不然那几个日本人不会对小天的情况那么了解。沈毅，走，我们去救儿子，走。怎么了，山鹰？你害怕了？山鹰，你是不是想再次错过这个救小天的机会啊？你冷静一点啊！南木那么狡猾，我们总得想出点办法来再说吧。我已经想好办法了，我们抓住南木，去换小天。抓南木？嗯。不行，那太危险了。就我们两个人，怎么抓南木？可是所有的办法我都想过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山鹰。你害怕吗？小天现在生死未卜，我不能再失去你了，你知道吗？如果没有小天，我也活不了。山鹰见孟红哭得伤心，心里泛起了苦涩的欣慰。孟红的记忆确实在恢复，就此打消救儿子的念头，病情难保不会反复。怎么办？怎么办？任务没有完成，小泉也死了。死了？难道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什么都没有得到吗？也并非如此。听小泉的妻子说，孟红好像突然间想起什么，所以才逃跑。孟红人呢？被特战队的队员救走了。救走了？小岛君不要灰心，既然孟红已经恢复了记忆，那么他人有没有抓住有什么关系？您的意思是，蝎子？没错，只要孟红恢复记忆，害怕得不到如沙。我明白了。等等，通知这次行动里所有的人，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能让秋草君知道。明白。秋草君给我们的压力太大了。大佐放心，我马上就去办。对了，我听说水原君当时就在附近。是的，
水原君目睹了一切，受了刺激，卧床不起。没事了，去吧。嗨，我已经答应了孟红，跟他一起去找小天。现在什么线索也没有，你们去哪儿去找？还有，现在大家伙不是已经在找了吗？对啊，山鹰大哥，我弟已经在帮里说过了，少帮现在所有的兄弟都在帮忙找小天呢。别找了，你们找不到的。山鹰哥，我知道你和孟红姐心里急，可你咋知道我们就一定找不到呢？我说找不到就找不到，都别问了。这件事情，我和孟红已经决定了。等等。老婆，难道你连如沙也不找了吗？老关，你就让我们走吧。山鹰，我们当初是怎么商量的？让你劝孟红，你怎么反而和他一起走了呢？走一步，别怪我关林翻脸无情。有种你就开枪，老子要是眨一下眼就不是个爷们儿。老关，这不怪山鹰，都是我的错，是我放不下小天儿。等我们找到了孩子，我们马上就归队。孟虎，鹿头山要塞是日本关东军负隅顽抗的吊屏障。找到如沙，不是你我个人的事情。孟红，孟红，马上呀，今年的舞会又要到了。今年我可得好好的跳跳舞伴儿，只要男伴出色呀，今年的舞会之星肯定就是我的了。你可别做梦了，咱们今年可都是陪衬。为什么呀？难不成一个小小的舞会也要内定不成？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难道你忘了去年罗景明罗科长可就差这么一点与舞会之星失之交臂呢？那又怎么了？难道你不知道罗科长可是有心仪的舞伴了？谁呀？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呀？难道是王医生？王大夫就是跟罗科长今年认识以后才从日本医院调到咱们医院的。哦，那俩人呀可是郎才女貌，珠联璧合哦。聊什么呢？聊这么开心？啊，没什么，没什么。啊，对了，你们下午还是有挺多工作要做的啊，一个整理病历，另一个呢盘点一下新送来的医疗器械。好的，知道了。某山鹰，对不起，是我不对。老邓，我请求处分。嗯，没必要了吧？你们拿枪，是不是互相说狠话了？孟红，你还认得我吗？
事情紧急而重要，希望你们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您是？等待你们的好消息。是。注意安全。您是老邓？是啊，我是邓林普。如沙的任务就是您布置给我们的。是啊，你终于记起我了。嗯，虽然我想不起更多的，但是我知道我很信任你。嗯，信任我就好。但是你们两个再也不能擅自离开特战队了。可是既然到老邓这儿了，不如我们就实话实说吧。罗科长怎么来了？不知道王医生下班以后有什么安排？什么事儿？难道罗科长是要约王医生去跳舞？猜的没错，请王医生赏光。我为什么要去啊？王大夫，去，一定要去。罗科长找您肯定是有其他原因的。去的时候再把我推下去，还挺记仇。那当然。哎，王医生，全场就你舞跳的最好。这两天大家都在神神秘秘的讨论什么跳舞不跳舞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你刚来不久，自然不知道。我们这儿每年一次的盛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盛会？嗯，日本人的天长节就要到。每年的天长节，日本人都会举办舞会，届时会邀请各方代表出席，日方的高层也会悉数到场。对于日本人而言，只是一次拉近与各方代表关系的机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可就不简单了。啊，人呢？
出来吧。哎，队长回来了，回来了。上级的指示下来了，批准了吗？来，大家先坐。哎呀，老关，你快说呀！小鬼子在太平洋战场上被打得节节败退，我们也要行动起来，不能让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活得太舒坦。哎呀，我说老关，你就别绕圈子了，行不行？就是嘛，别绕了。队长，你快说啊！最近又有几个抗日地下组织遭到楠木特搜队的学习，上级指示我们利用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宪兵队啊大肆庆祝他们天皇生日的这一天，击杀日军高官，给他们的行动制造干扰。上级，难道让我们击杀楠木？我觉得就应该宰了这个楠木，杀了楠木就能减少宪兵队对我们寻找如沙的干扰。不，不杀楠木。对，老关，不能杀楠木。小天在楠木的手上，不能直接刺杀楠木。上级同意了山鹰和孟红的想法，先绑架楠木，然后再伺机营救小天。对，只有抓住楠木，确定了小天的位置，就能够营救小天。对。队长，那个什么日本高官应该怎么刺杀呢？有一个叫宋宪武的，原来是楠木宪兵队的特高科情报员，专门搜集我军在敌后的情报。这个人啊，侦察能力和反侦察能力都很强，对抗日力量破坏很大。前不久啊，被警察局任命为警备队代理队长。为了天长节，他会布置新的肃清行动。上级指示我们寻找机会，铲除这个专门危害抗日志士的汉奸。那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就这两个？对，刺杀宋宪武，活捉楠木一郎。来时的路，我依然等着你。